经典台词重现一下。好恨呢、啊。还有一个感性的经典的台词。你不用成为一个特别的孩子也没有关系的。豆哥，我想看你做一次。你不用成为要这个样子。好，你会中。往来小队来了。感谢全台观众热烈支持鬼才之宝，谢谢。眼睛还掉下来。为什么前一阵子会邀舒华去看《鬼才知道》的首映呢？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录个节目，他知道我们有新电影，然后就特别来支持我们，然后非常开心，他喜欢，然后也帮我们宣传。而且他在脸书上面，IG 上面有写说一定要去看，不然他很快就要剧透了。同时，他很久没有进戏院了，就选择了。我不知道他多久没见。你没有认真看他的 IG 限动吗？我有看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多久没有看电影。电影《鬼才知道》举办例鬼派对，主演陈柏霖、王静白白瘦瘦，邀请化鬼妆的影迷上台玩小游戏，赢了就可以和演员们一起合照。跟大家讲一下，等一下四个动作是什么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好恨呐、啊，好恨呐、啊；第二个是你会中啊，你会中；第三个是哭出来啊，哭出来；第四个是打电动啊，打电动，都会了哈。你确定？会啊。我最担心幽灵了，你知道吗？闺蜜厮杀。拜拜 ，out。豆哥还放水耶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好暖的豆哥哦，啊，陈柏霖，加油，最高时候，才知道，哭嘞！发表得奖感言好吗？我喜欢王静。想不想抱一下王静？来抱抱爱的抱抱啊！真情流露。67号，是你。你也太 lucky 了吧！你今天去签乐透什么的，他超猛的。你是不是很想要露脸？你要不要露脸？不然之后合照说，我跟王静合照过，但是没有人相信。68号啊，又是你。你想不想拿掉拍？到底他长怎么样了？要揭晓了，来。67、68，哎，都抽到他。你今天真的旺哦，旺来哦。哎，刚刚那个小幽灵就他啦，他终于露脸了。你也太幸运了吧！